然后他现在所剩的时间不多，就是可以陪他。我的时日不多了。对，然后他竟然还浪费了一天来上我的节目，够不够朋友？这就是真正的好朋友，我们是真正的朋友。哎呀，我的时日不多了，惊喜现身，合体小 S 开炮，你在假秀？这是我的 YouTube 频道。不需要你们就滚开！恭喜国际巨星进军 YT 界，2月19号小 S 宣布开台啦！你各位还不开启小铃铛？节目嘉宾阿雅也带着欧米亚给进贡喽！恭喜我！哎，赶快下一集有东西可以喝了！哇！听说雅琪还特地为了你留下来陪你录影，因为他已经要那个回去工作，然后他现在所剩的时间不多，可以陪他，我的时日不多了，对，可以陪他女儿的时日真的不多，然后他竟然还浪费了一天来上我的节目，够不够朋友？这就是真正的好朋友。哎，你昨天是去做电波吗？没有。我本来还想询问一下鼻祖，我还想说，我忘了提醒你说，你今天上节目，你不要昨天打电波，我怕会肿。我怎么可能啊？ Okay. 那两位同台有多久以前？我记得吗？你要踮脚，因为我怕我脸会看得太大。边大边小边大边小边漂亮。同台啊，好像是那个。啊，没有真正的朋友。对啊，我们是真正的朋友。我们去哪里啊？缅甸。因为阿雅现在整个人很 peace， 我觉得等一下的访谈应该就是也会没什么看头。希望阿雅可以再创收视高峰。对啊，其实阿雅聊会聊太内心的东西啊。对，我是致力来创收视新低的。Thank you， 苏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